高升，连老夫人都容光焕发，返老还春起来了。你是未曾见过我的年少时啊，哇，那叫一个嫩呐。虽然说现在容貌没有怎么改变吧，但是也不是十八岁了。是吗？大爷头上那根金结何时打的？这么粗？大爷足足加了二两的纸巾啊！你怎么也不劝劝他？多丢人！皇后外妹今日也跟随我们一起来给陈氏道贺了。不，我本不想来，奈何家父与程将军有些渊源，非命我前来贺喜。好好好好好，莫要在我们这些老妇人中间拘束了。泱泱啊，快快快，请贵客们落座款待。是。请。那便是传闻中的程四娘子，果然百闻不如一见，还真是傲慢嚣张的很。可不是嘛，听说啊，就是因为她平日太过粗鄙无礼，她二叔母啊才一直把她关在房里不让出门，更别说去各家走动了。哎呀，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人家现在有父母撑腰，以后少不了要和我们多见面。今日堂子可要为我作证，我毫无一点无理之处。倒是有的人，句句羞辱，也不知谁更无理。我家妹妹从前养在我阿母跟前，是我阿母未能好好教导，怪不到娘娘。哎，不是说今日善见公子也来吗？怎么未曾瞧见人啊？王家阿姊也是来见善见公子的。那不然呢？我只不过是家中闲来无聊，听闻程家热闹，才过府一瞧罢了。善见公子，善见公子来了，快看，是善见公子来了。在下。胶东元顺，问老夫人安。哦哦哦，好好好，好好。这位女公子，在下失礼了。我来见您。女公子，花园寒气重，何必出来呢？来，披上件袄子，别冻着了。我宁愿是冻死，也不要跟他们坐在一处。这些人张口闭口嘲讽于我，我不耐烦与他们斗嘴皮子，出来顺顺气。女公子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？女公子出来时可曾见，方才来了个好看的公子呢？管他公子母子，我且去透透气。连峰不必再跟了。
你公子别来无恙否？你怎么，你公子是不欢迎袁谋？袁公子大驾光临，小女怎敢不欢迎？家父阿兄全在九追堂，袁公子大可前去一叙。可我是特意来寻女公子你的。我不过是接了你的绣球，都已还于你了，怎还追到我府上？至于吗？哎，你这般转身就走，便是城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未免有些失礼吧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两家又无旧交，袁公子将我挡在此处，这才是失礼吧。公子不妨有话直说。好，快人快语，善剑只想求女公子给令三叔母三夫人带句话。袁公子要带话登门向三叔母说了便是，为何要绕这么大的圈子？那里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缘故，是以只能请女公子烦劳了。这事说大也不大，说小赶紧说。你这般快就答应了？袁公子要向三叔母带何话，只管说来便是。女公子只消对桑夫人说，奉虚言而望城西，欺城南之旅，登兰台而遥望兮，神惶惶而万矣。故人所求，不过风息水深。女公子是否有为难之处啊？没听懂。方才袁公子说的一句也没听懂，你能不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给去掉？这不是乱七八糟的，这叫赋。那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赋给去掉，只说一句，一句我便能记下。成，女公子就传故人牵挂，但求只言片语。知道。哎。